在来之前我可能认为本次的活动可能关注度不会那么高，但实际上这一次现场是非常火爆，而且听了很多业界同行的一些演讲之后，我发现他们确实能够启发我去做一些更多的事情。我们可能以为在我们想象的空间中，我已经把 Milvus 能够与我们现有的业务的一些结合点已经挖掘完了，但实际上他们给我启发的让我思考了很久。很多嘉宾分享的是关于他们正已经落地的一些这种产品，然后比如说他们云端闭合找房，或者是企查查，他们这种的关于商标的，类似于企查查关于商标的，因为我们也有类似的业务嘛，这样能帮助我们以后去是真正去落地实施的过程中，然后少踩很多坑。感觉这次活动举办的挺成功，也挺好，因为到场参会的人其实是远比我们当时预计的要多，然后呢包括我们演讲者的那些知识领域其实也比较丰富，然后参加下来感觉自己学习的东西还是挺多的，挺好的这次活动。